Road to Front Runner， 智能化高精密加工达人，汇捷工业。汇捷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运用先进设备和自动化技术的公司，以提供优质服务为己任。汇捷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他们精通技术，能针对客户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在与美科植物切削业公司的工程师合作中，美科植物切削业公司在高精密加工方面提供了专业的服务和支援。汇捷公司创立于1983年，在 CNC 领域拥有超过40年的加工经验，在汽车、自行车、机车及航太加工零件备受国内外客户肯定。现在我们有请梁经理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汇捷公司吧。智能化高精密加工达人，汇捷工业生产部梁腾毅经理。大家好，我是汇捷工业生产部梁经理，这边就由我介绍一下汇捷的公司概况。我们公司有40台的车床铣床及研磨设备，我们可以加工的有铝材、钢材、铸铁、白铁等等的加工。那我们公司的优势是我们有90%的机器都有装机械手臂，客人的交期可以很快的达到。那另外一个优势，我觉得是在我们公司的量测设备上，我们有很精密的量测设备，可以为客人做很多的服务。那这边大概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车铣复合机，往这边看。这台设备是我们刚进来的车铣复合机，它可以在上面直接做出车床铣床的加工。那它有正主轴跟副轴，所以它在上面可以一次下来就做好一个工件。然后你看这边就是它的刀具库，它可以装很多把刀，可以符合很复杂的需求。经理，你们有那么多先进的设备，对厂区的管理或是对油品的选用上一定都有特别的要求，想请教杨经理，你们用了很多空物油的切削液和现在所使用的植物性切削液有什么不同？其实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可以针对油品的稳定性。那以前我们可能很常会遇到说油品会发错的问题，现在也大大改善了。还有清洁性，其实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做清洁，有时候会花很多的时间，可是现在变成说我们用这支油之后可以大大减少它这个时间，让它人员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它要求。刚刚经理有提到使用我们的切削液后能改善于油品的稳定性及清洁效果，那想再请教一下梁经理，使用美科植物性切削液后，您的厂区改善和员工的反应如何？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使用这支油品的使用状况。其实以前我们在用过很多，就是使用过这么多支油的情况下，是即使你有在顾你的切削液的酸碱值跟浓度，可是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让你的油品臭掉，有酸掉的情况，所以你整场都会觉得有个腐败的臭味。那我们可以访问看看我们的外籍同仁，看现在目前味道有没有改善了。来，从以前我们就是换了这支油之后啊，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你有没有觉得味道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我味道很好。谢谢梁经理及作业员的分享。那想再请教一下梁经理，针对现在 ESG 的议题，使用美科切削液后，对贵公司的 ESG 实践有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呢？像这个议题啊，我们会探讨到说，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做到碳排，就是碳盘查跟检查的部分。那像这支油它是植物性的，所以它跟使用石油是有很大的差别，对于我们未来碳排放的检测量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非常感谢梁经理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于美科植物性切削液的好处及效益。那在梁经理的成功体验下，您会推荐您的客户使用美科性产品吗？当然咯，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是必会推荐的。谢谢。最后梁经理，美科赞不赞？赞。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MCM Super.